杨思琪日前宣布第二胎出世 ，post 咗仔仔猪猪同埋大女 Crystal 嘅合照。呢日佢再喺 IG 度出仔仔嘅相，见到猪猪合起对眼，左手拎住奶樽，好似饮奶咁，旁边仲有一只兔仔公仔。原来思琪系为咗想多谢梁咏琪同佢嘅西班牙老公 Sergio 送 BB 衫俾仔仔，仲话仔仔好中意健身衫啊！短短一个星期，猪猪嘅头发就多咗好多，又肥咗唔少，仲有个肚腩仔添，真系名副其实啊！